位评审老师大家好，我是城市少女黄雅明。因为我们真的太爱唱歌了，可是呢现在综艺节目的形态已经跟以前差很多了，所以我一接到这电话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兴奋。我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，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，我什